由于新版本的天权冲程完全不能打，导致圣教军只能掏出可以享受满赛季增益的闪电火炮玩法。但这一玩法对装备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，正式服我估计前期还是只能用天权打的。四人组队方面呢，则是双死灵加双辅助，在800巅峰的限制下，死灵在禁毒位和煞文位的表现都是最好的，通关150层还是没有啥压力的，就是很难像28赛季一样，你组队2到3分钟一把速刷150就是了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截至 PTR 关闭为止的天梯情报。目前我看起来吧，单人玩家下赛季最适合的依旧是死灵跟法师这两个职业。我不知道定版的蓝铁能不能对其他的职业进行一下补强啊。我是琉璃，让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。